2018年除了工作方面的一些这个对自己的一些要求之外，就是个人或者说生活方面，您希望自己可能有哪些愿望吧？希望做到哪些事儿？比如说英语，我要学得更好，可能我会希望能够在对这个中文的人文的一些作家的一些历史和人文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能够多看一眼。还有就是我希望能够，如果有机会再把高等数学和量子力学再重新拿回来再研究一下。然后同时在体能方面，我要继续保持运动，就是上肢、下肢，下肢就跑步，上肢游泳，然后能够几年之内，如果能够游海峡，游那个最冷的海峡。